就从来没说能有阳。昨天你看你问他的是小小雨转阴，对吧？没想到今天是个太阳天儿，这还得是雪芹来。可不咋的，你不知道我本名叫啥？叫啥呀？这啥呀？小太阳啊？叫雪阳。对，这多好，冬日暖阳。给你们整点热乎天儿。你要不看点冰箱，研究研究晚上想涮点啥。哎呦，你们这个物资好丰富啊！这剁椒酱，对，牛奶，肉卷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看着像肉呢。哎呀，这不有炸鸡翅吗？还有烤肠、蝴蝶鸡腿，然后这边有菜，还有虾滑。哇，你这个行啊，好好啊，你们这物质极大丰富。对，搁别的节目里就是吃上顿没下顿了。火锅这一顿指定够了。嗯，走吧，路亚吧。这还用拿吗？这里边这好像也是吧，它是不是一样的？还用拿吗？都拿，都得拿，拿着吧。四份，四个凳子。这鸭子也是吗？这鸭子浮上去的，比如一勾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我看你这个手机真的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啊，都不怕它丢呢。怕死了，但我这手机老容易丢啊，因为我换这壳之后太不适应了啊。走吧，路亚吧。哎，有哪个地方是以说话声小著称的吗？好像所有的地方，只要是说话声，就是嗓门比较大。对。而且你哪怕是你比如像那个我们认为的吴侬软语的地区讲吴语的，就讲那个方言的时候声都很大啊、哦、而且发声位置很靠后，有点像我们那个像我唱传统曲艺那个位置似的，感觉那样声音就逼得特别大。这样，老魏，你俩回去研究火锅，我俩进城买蘸料。OK， 你们就直接给我们俩送下去，直接出发吧。对啊，那还等啥呀、啊？反正回去研究锅吧。那肯定啊。咱是说好户外吃还是室内吃？户外能解决这个电源啥问题？户外就是拿煤嘛，烤嘛。室内就是电磁炉嘛。我为啥那个建议是电磁炉呢？嗯，火锅呢就咱自己涮，那个东西吧，你那东西大伙不好撅那儿。行，你就看看那有啥料，比如说什么那个冷冻的拿出来化化啥的。嗯 ，OK 了，是吧？完了那个麻酱什么的，这那个调料怎么调？能用的咱都拿出来摆一块堆儿。哎，这大车技，这哥哥，再出发，再出发，我上副驾驶了。对你来，来了。